大家好，我是纳兰小宝，现在还在石家庄呢，在石家庄，后天的火车去昆明。其实啊，昨天我发了个小视频在抖音上，好多人就说这个通行证的事儿，结果好多人不理解。现在我这次重新的给大家梳理梳理，可能当时我没听明白，我没说明白。我说你要是去新疆、去西藏，那个就是你必须要办理这个，就是去边境，这叫边境管理区通行证。这个呢，你怎去先说啊？那些人呢，他说我去新疆没用过，因为他去新疆呢，他没去过边境，就去西藏你不上边境，你就用不到它。但是呢，你要是去那个西藏呢，你尽量办上它，因为你要上一些，比如说去雅东啊，去墨脱。去樟木这些口岸的地方都你没这个你去不了，而且去羊湖好像也得过浪卡子那儿也得要这个东西，叫边境管理区通行证。这个是在哪办理呢？就是在当地的公安局，它是应该是出入境那儿，在那儿办理。反正我是在石家庄办的，就是去我们区那个分局，在那分局办的，带2张3张的免，就我去了拿了一张2寸的照片，其实是人是要1寸的免冠照片，然后带2张3张，好像是2张，因为我就拿1张去的，所以呢，我这个呢，人家当时就给盖了个，就是这盖了个这个章，就是说与身份证，同时使用，然后就没有照片就可以了，这是第一个事儿啊，给大家说清楚，不是说你去西藏、去新疆都要这个，因为短视频嘛，我说你去新疆、去西藏。要带上这个边境证，这个通行证。你看，我跟你说啊，你看我这个西藏，你怎么跟人家说啊？你在当地是可以把两个地方都可以办理的，就是你在当地办。你说我要去西藏、去新疆，我要他，你这么跟他说，你说我要去旅游，去西藏的全境，然后呢，新疆的全境就是口岸这些全境，不是说整个这个地方，就是全境指的是口岸这些地方。你看我这个西藏的文件啊。西藏自治区、阿里地区、山南地区、林芝地区、日喀则地区及所辖区县，因为好多地方是要这个，而且你走国道219，好多人219是非常漂亮的，你走219就是新藏线，就是从新疆到西藏那个219，你没有它你是过不去的，你必须得有它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说你因为那个走的都包括走办公湖啊，走哪这个口岸必须要这个，而且你去塔县。就是新疆的塔县，去红旗拉普，去这些口岸都得要这个，所以说呢，你这个呢，走的时候呢，尽量在家办，路上也能不这个路上能办啊，就是路上可能花点钱，具体多少钱我也不知道，因为我最早的时候头10年多在那个哪拉萨办了一次，好像是花了100来块钱嘛，现在好像是几十块钱，是10几块钱，我这个具体不清楚，但是我是在当地办的，就走临走时候办的，办这就不花钱，去了拿上2张那个1寸免冠照片，拿上身份证去。当地的公安局、公安分局，反正我是在这吧。然后这个呢，有的地方我看他们网上说，有的地方说呢是有的地方给半年，但有的地方呢就是你像我这石家庄开的就3个月，就是有效期3个月，基本上这个肯定出去你差不多也就够了，你就把在家走的时候尽量把这个办上。然后呢，这个是护照，他俩是两个意思。人有些人问，我认为这个没说清楚，我认为这个谁都能知道，你要想去边境，你必须得有这个。这护照是出国用的，你出国你看到哪？这次我准备去老挝转转，看看能不能把营地发展到国外去，带着房车去国外玩玩，看看能不能行。所以说呢，这个护照变这个，包括我，因为我这个5一的时候准备也要走，还再走次，看看能不能再走次219。就上次我是骑摩托车走的嘛，这次准备开房车，转一圈，走先到，主要是到阿里要转山，去冈仁波齐转山。这个呢，就是说这回我跟你说明白了吧？昨天那个说的，哎，人好多人，太多人回复了，说你这到去哪办、啊？办多长时间？都不理解。这回我跟你说明白了，叫边境管理区通行证，也叫边防，就是说咱们说的边防证呗，就是反俗话就是边防证。去当地公安分局办理，有效期3月，带上1寸免冠照片2张。然后有想在昆明见的，我是后天的火车就去昆明了，房车在昆明放着嘛，然后在昆明待到5一，然后计划走219，因为我
2018年的时候呢，就是我叫那个词叫画公鸡嘛，就画中国公鸡这个地图。我是从石家庄出发，到了那个黄河入海口，沿着海岸线走了3个月，一直走到云南就没走。然后呢，这次呢是从云南开始，然后继续把这公鸡沿着这个219就边境线呗，沿着边线，然后就到6月末到7月初回到巴上草原，就是到呼和浩特，然后这边二连浩特。然后这门就到坝上草原了，因为咱们的主场还是夏天在草原嘛。然后这算第二阶段，然后第三阶段再把那半截再走完，就把这个公鸡就画完。这个呢，以后你玩不一定你一次能把这走完。比如说你走219，你可以在东兴开始走，走到云南，你时间不允许啊，或者季节不允许啊，这个呢还很重要啊。你时间允许了，如果你季节不同，我为什么要待到五一啊？因为五一之前那山上崖口都有雪，而房车也不太适合。所以说呢，哎，待到五一那边崖口也没什么雪了，就适合了。所以说呢，你得在适合的季节去适合的地方去玩，别拧着来。现在你往北跑，去漠河，那不是作着吗？你要是特别是自驾房车，没必要这么折腾。好了，就说这么多吧，拜拜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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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